係啊，個情況係咁樣嘅。咁我哋就拍緊嘅，咁嗰邊就我，咁啊我呢邊打緊，彭于晏就同佢喺嗰邊打緊，我呢度就替身打緊。咁啊打打下之後就話：咦，穿嘅喎，唔好啦，都係揾翻佢。佢一個人就跑完嗰段拍拍拍完打就跑過嚟呢度拍嚟打打打。咁佢話：喂，試下啦。唔知啊，你啊，唔係其實相信呢個誒肋骨咯，係啊，我第一次點知我俾人剪曬所有衫啊，嗰陣連條褲都剪埋啊，我個心我仲喺度笑啊，其實心俾你睇曬添，即係其實嗰時痛啊，但係我覺得我都負責剪嘅。我要所有人死。这部电影虽然打得很辛苦，但是就不会说很长，但是它是那场戏是比较多设计的，因为它是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空间里，然后有酒窖，然后有玻璃。我记得加乐哥说：“哦，哎，帮你准备了200瓶酒。”我说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到了现场才知道要各种200瓶的酒瓶的砸嘛，就很开心嘛，对啊。哦，没有，那是安全的啦，那是糖浆，对，我就希望他不要那么帅就好。咁其实喺即系今次成个戏都系喺呢一个去翻90年代英雄片嗰个世界嗰啲感情，佢而家啲戏场。係啊，佢監製多我咯，佢勁過你啊！你都唔敢鬧佢啦，係嘛？邊敢啊？佢都費事採我，佢話都費事採你。唔可以講係壓力嘅，即係因為喺今次嗰個角色，如果講難度啊各樣嘢，即係佢嗰個係最難嘅。即係其實佢冇乜邏輯，同埋佢真係要分裂嘅。因為我都話我哋之前合作風暴都十年好多啦。咁跟住再次要重組嘅時候，咁我都唔想即係俾佢知道呢十年都冇變過喎，咁樣咁啊，梗唔得噶嘛，咁一定要使足渾身解數，希望喂要你眼前一亮，又或者係唔好讓你失望，呢個最基本嘅。啊，希望今次可以俾觀眾一個更加好嘅感覺咯，就要希望我哋可以超越風暴。我記得有一場戲，我第一次去抓林正安，就是华仔哥那个角色，要骂他。我现在想起来，第一次 rehearsal 的时候还可以，正式来的就紧张了，骂不出来，有 NG 2-3次，就会有卡词。刚开始吧，就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不好，因为还是有一个就是这个偶像形象在那里，就要破掉这个，所以到后面会好很多了。开始。的时候要对他很凶，跟他们合作发现他们在现场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就现在是很可爱很好聊，就在现场就我能感受到他们在这个状态里面，但我想要去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还是很有耐心的聊，所以后来慢慢你也发现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不想浪费很多多余的精力吧，在专注在那。我会谂喜剧咯，我讲真的会谂喜剧噶。谂个名先。吓？谂个名先。贺摩瑞嘅呢套喜剧。如果问下老板先，诶点啊？贺摩瑞。贺摩瑞有冇时间啊？贺瑞好。贺瑞边？唔系我想反而想系想三个系好认真去做一部喜剧，即系唔系胡闹，好认真，一定要好认真去做。好认真胡闹。是啦，是認真地胡鬧。我們有寫過的，就是，是啊，叫做，就是，他是今晚打老闆。嗯，今晚打老闆。是啊，真的啊。是啊，寫老闆就是一段。是啊。是啊。就是我覺得錢一定不是問題的。總之錢一定是，錢一定是給得出的。下一個龍年啦，支持。下一個龍年。哈哈哈哈哈。盡快。唔係真係想搞，真係想搞喜劇。我覺得而家特別係我哋香港人最緊要開心啊嘛，即係搞啲喜劇可以讓大家更開心，最好咯。唔好嘥化妝品，真係唔好嘥你。
即係點樣化都唔會醜嘅呢個人，係點樣化都唔會醜嘅。你後邊嘥化妝品咧，係咪？喜劇啊，喜劇好啊。係啊，係啊。所以怎麼樣弄得比較喜劇一點？我平常就蛮喜剧，我今天是有装扮的，平常没有这个样子。佢根本喜剧人嚟嘅，有喜剧嘅细胞啊！我还好啦，今晚打老板，系啊，今晚打老板，唔好啦，晚晚打老板，打唔到底心梗系啦，顶得住啊，仔，嗯，麻烦睇打成点啦。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记得揿埋个钟仔啊！